大姐，现在有人还在里面吗？小孩子在几楼啊？几楼有跟警消人员说了吗？有了哦。有，他有打电话出来吗？有哦。他有没有受伤？没有。现在有住户表示说小孩子受困在七楼哦，那已经跟消防员讲了，目前这个小朋友有打电话跟妈妈报平安，然后但是受困在七楼，那目前消防人员正在想办法进入去搜救。这妈妈正指着七楼，有看到吗？在七楼。哦，又震了，又震了，又震了。哪里？七楼哪里？这个是妈妈了。另外一个路口会也要不住，是同一个通道，也没有通道。对，从第二面往第三面。